自从上一次的坏嘴巴 1.0 播出之后呢，大家觉得说天哪，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单品存在这世界上，而我又驾驭的这么好看。今天找来了这些朋友，这些坏嘴巴都是语不惊人死不休，把我往死里讲。他们到底是谁呢？就是这些人。你有必要在你的人生当中买那么多件吗？你是真的是主修捕鱼的吗？我不懂，像你们这种人哪会懂啊，拜托，围裙就是越多越好。好， OK， 我们来看一下母亲的。你知道说那怎样，现在才跟我说你有的是赞助的，我看都是钱买的。先讲这件，像什么统一泡面，有没有外加乖乖乖乖乖乖乖就就都没得。他刚刚指的米奇说这是乖乖乖乖乖吗？什么意思？好，来看看吴家如能讲出什么春天。你看这件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而且这要怎么穿啊，是这样吗？是哎、欸，我不确定的，应该是这样吧，但是这样看起来超怪的。超诡异的，这要怎么配啊？这个是我觉得衣服真的最诡异的。我觉得吴家如的讲话都好真心哦，他就是的确是要做的很像防弹背心那种 army 那种的系列，可是他就是故意用那个花做。我最近还穿了那一件衣服，然后拍了一组一系列的宣传照，那时候拍完大家全部人都在称赞我，然后我就说对，所以我就更加确定我平常要这样子乱买东西。然后再来，因为他的鞋子太多了，那个露露就是有去那个开那个拇指外翻手术，然后是他穿了四件鞋。然后有一次呢，就我跟他约去插花，然后结果他就穿了这双来，然后呢，我就很真挚的问他说，露露你的脚还没有好哦？然后他说早就好啦，怎么了吗？我说可是你怎么还穿附件鞋？然后他整个把我骂死，废话，他说这是什么？日本来的，然后好像超贵，一双不知道多少钱。对啊，然后你看哦，然后今天我来他家之后还发现不只有这一双，还有另外很多双，这两双因为刚好鞋柜打开，然后我就露露你怎么那么多附件鞋啊？你有那么多双干嘛？然后他又整个很激动，他说这还不是附件鞋，是我拖鞋。但你看你不觉得？再跟你们比较一下，你看是不是就是一样？我原本都真的都觉得不像他讲出那些话，他是完全没有带任何一点怀疑，就是确定我就是脚受伤。这故事就像是之前我们环球的唱片同事问我说：“露露，你脚踝怎么还没有好？怎么还是肿的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我本来是腿粗，那不是脚踝受伤，一样道理。”所以他也觉得说：“我脚没有好，然后穿那鞋是附件鞋，那是我的拖鞋，而且乖。”这讲的什么？气死我了！还有这两双我觉得非常奇怪的鞋子，我想说：“那个露露，这是你妈妈的鞋子吗？”他说：“不是。”然后他说他很厉害，他同时用一双鞋攻击到我，也攻击到我妈。是你妈的，老人才会穿吧？对啊，你不觉得这很像那以前就是妈妈那个年代，然后那个妈妈你知道吹着那个恨天高的那个头发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小蛋鸡嘞，这个叫半边山，鞋子很厚才叫恨天高。吴家如啊，白痴哦，恨天高，他说刘海是恨天高，他说那个是恨天高，鞋子才是恨天高，然后叫半边山。哇塞，这个我觉得这样看还 OK。我觉得他很好笑的是，你看他的底部。我说露露，你是要模仿那个清朝裹小脚吗？他说真的超可爱的，我就快笑死了。我才快被你笑死吧，拜托。其实那这双鞋子我今天这样配，因为我有橘色，然后就会很好看。然后我再穿一个可爱的白色袜子。然后他为什么要这样小小的？就是因为这个品牌它的那个它的特色就是会有一种切脚的设计。我刚看了很久他的衣橱，就是大概看了那个两三个小时。然后我目前只知道一件是 OK 的。就是，噔噔，这件中规中矩版的大衣，你看是不是跟我身上这件很像？你看我如果穿起来，这件真的不错。对，我觉得这件，我觉得这件比较适合我。我觉得等一下再问 A 一下露露，就是请他把这件送我。我觉得他还是穿那些奇奇怪怪的衣服好了。然后那个这个比较正常的，就还是留给就是正常人穿。我觉得吴家如这件蛮好看的，因为这件是我在西班牙的 Outlet 买的，是 Max Mara 的。因为 Max Mara 本来就是走这种简单的大衣，然后所以我就买一个最基本的那个驼色的，所以我觉得也蛮适合他的。但是一个想拿走我 Max Mara 大衣，然后一个想拿走我 Louis V 的大衣，不可能的。哦，还气到卡痰。好，我要让他们知道，拿在手里怪，但穿在我身确实好看，所以我要用他们刚刚拿的那几件唾弃我的，我要穿一身，然后让他们知道真的很好看。
好的，我现在全身就已经换上了他们刚刚各种批评我的帽子。一开始我是有听到他们要批评我的帽子。我刚刚以黄志佳把 Juicy 戴起来，为什么会怪圈啊？他脸太大了，像我们这种小脸怪戴起来就是好看。你看我妈攻击我那个穿起来多可爱啊。然后呢，我妈说我下面绕来口，我们他们会搭裙子啊。然后这个是他刚刚攻击我的那个裙子，你看我现在就是利用它的这个宽度跟蓬度，所以把它撑起来之后，它就变成是一个伞裙的，就很像一个内支架，所以穿。衣服是要拿来做搭配，你不能拱拱，来拱前拱前。单看起来真的好丑，但是你搭配起来真的算你厉害。OK， 谢谢。我想说还要再攻击我，差点就要绝交一些朋友了。然后这个小包包这样子，整个这样拿起来是很轻巧、很可爱。然后最后呢，穿上吴家如觉得不，那个 Vicky 觉得的复健鞋，这就是要这样搭啊。然后就这样可可爱了整身。然后我妈还说挂门诊吗？不是，我要开刀了。没有，那骨科医生把我转到精神科先去看，身心科看完之后再来看。不行啦，这件就是我那时候我妈刚刚不是说参加圣诞 party， 这不是最适合圣诞 party 吗？参加圣诞 party 还要被她骂，我不懂哎、欸，我不懂，这件就是要买来 party 的阿伯嘞。好，反正就是这样子。你们现在在下面留言，你们看得懂我哪一件衣服？你们看得懂哪一件单品？然后看不懂的，就算了，因为你看不懂，我只是让我更加伤心而已。这单元我们会继续做下去，在广邀各路的路人来我家，显示他们真的是看不懂，因为你们是戏精小明，你们是戏精小明。好，喜欢我的频道就请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好不好？就这样了，再见。我跟你讲，因为之前呢，我来他家睡觉的时候，他叫我进去这个什么小帐篷睡啊，靠，我都春天啦，安尼要怎困？今麦要怎困啊？我还要大只，叫我困家是安怎啊？你讲贵三双，你捌无？我跟你讲啊，足侪钱呢，两三万块啦，两三万块来孝敬你，不是很棒吗？阿母啊，阿母啊，孝敬我，我可可得，这拆掉。头前讲个可恶的物件，来，咱来去看卖啊，这只长颈鹿哦，叔叔的要压九层塔，压的。我乖讲，妈咪，这是人呀、啊！妈咪，等下，我惊一下。脏话袂使讲，会黄标。标紧啊！娘娘娘，这够欠的啦！豆腐，这很丑哎、欸！你先不要管很丑，看起来，哎呦，好可怜呐、啊，看起来很穷酸的样子。这样，这样你顶，你顶看嘛，顶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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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这叫无啊？食啦，这嘛做歹。这我用棒针，凊彩高高的都有真㖏，讲去爬。无猜忌，阿母啊，教下你。不行，我他妈造反了，马瑞克，真的在生气。好了，脚上石膏可以拿了啦。好了，算可爱了，算可爱了，算可爱。但还要穿两件裙子，很奇怪。